叫刘幸福啊，那那天我朋友叫我做算命，叫什么？你又长大了，上次他现在应该有比你高了，不是站起来，过了第二礼拜，对呀，哎，还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下一次再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就稍微稍微稍微，搏一搏一搏，嘴巴跟阿姨系啊，两种是一比的，哦。他比较常见到啊，又扫墓啊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你知道吗？说，嗯，咕咕啊，对，那个也是那个小姑姑，那是我奶奶。不叫啊叫啊叫啊！我叫偶叫偶，不是。哎，大嫂，你没叫啊？啊，好奇怪。他变身了，最近变身。没有啦，没有变。你一点点。他是哽咽。哽咽，太感动了。太感动了。爸爸，我讲嘛。我们这桌应该已经没有坐满，我们那桌七个了，那你也要去上面八个，七个了，这个七个，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然后讲什么，到底怎么讲的重，怎么讲的重，因为谈到这个说，后天抢买不买重，我做别的，你在11月十号的时候，你也好好的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你念哪里的？大学的吧？大一啊。在台中，现在应该有在大二。对啊。大二。我们最近找不着，因为他好小。看别的女孩子怎么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